跟 Lucy 小姐什么关系？搭档，工作搭档。Lucy 小姐，我想问一下。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在大上海电影世界一起演一场？小资老板，大人有大量。想好了。演出时间定了，告诉我。真的是不懂，你说年纪轻轻的搞什么革命吗？当众宣布，不仅仅要大卸八块，而且要灰飞烟灭，再免得没香火。